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来到牧人青草地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加拉太书2章，主题是护卫真理的勇气。保罗写加拉太书的目的是因为犹太人教师混入教会，要信徒来守摩西律法，遵守安息日和割礼，但是这些并不是福音，而是错误的教导。所以本章保罗用过去曾经发生的2个事件来向加拉太教会的信徒来阐述基督福音的真意。第一个事件就是保罗他曾经第2次到耶路撒冷，当时是带着提多同去。提多呢，他是希腊人，信主之后并没有强迫他受割礼，但是有一些犹太人却想要窥探他们对于犹太律法的态度是如何，想要循系来扭曲真理。保罗说，他并没有让这些人有机会在教会里渗透这些错谬的教导，而是谨慎的来把守住福音真理的门，不让弟兄姐妹受到影响而失去得救的真道。在第6节的地方，我们也看到有一种人叫做有名望的人，他们想要来左右保罗的立场，想要对他施压。保罗对这些有权有钱有名望的人是没在怕的，只要是福音的真理他绝不退让。他说这些人的名望尊贵财富对他来讲一点都没有加增他什么，只是让他更清楚一件事情，神不是以貌取人，而且他看见神要他传福音给外邦人，这个呼召带给他勇往直前只讨神的喜欢，不讨人的喜欢。在教会中，我们更要看清一件事情，就是只要有人传讲跟福音真理不相合的言论，保罗教导我们要严严地斥责这些人，即使是有名望的人来施压，也不能让福音有这些掺杂。保罗也提到他的使徒权柄，他并不是自己说了算，而是有神来的恩膏，以及来自教会的柱石雅各、彼得、约翰这3位使徒的相交之礼的认可。保罗和巴拿巴向外邦人传福音，而这3位属灵的前辈，他们只是往受割礼的人去传福音。这是上帝奇妙的计划，要将福音不仅是给犹太人，也给外邦人。所以接下来保罗他提到第2个事件，就是在安提阿的一个聚餐。当时彼得跟外邦人一起吃饭，后来呢，从雅各那里来的人也到了，彼得就赶紧跟外邦人隔开，因为呢，他害怕犹太人这些割礼派的人的眼光。其余的犹太人也跟着彼得一起装甲，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。这件事情保罗看见他们所行的跟福音的真理不合，所以他就当场指出他们的不是。这里保罗他说的重点是，人称义并不是因为行律法，而是因信耶稣基督。凡有血气的都是罪人，律法不能拯救人，唯有与耶稣同定十字架，同死才能同复活。因此在最后的20到21节，保罗的宣告，他说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读到这里，我深深的佩服保罗的生命。当他被神拣选，他并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，他斥责错误的教导，他不惧怕世上有名望有权势的人。当教会的领袖行得不对，他挺身而出，以真理来纠正。弟兄姐妹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你是否愿意为他而活，活出基督圣洁荣耀的生命？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谢谢你为我们舍己，我们深深知道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。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，我们每天也要活出你所喜悦的生命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